移民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相信很多家庭都会担心，不知道如何去适应，尤其是有适合年龄子女的家长，通常首要的目标，他们都是想铺一条无压力、容易行一点的教育路给子女，希望他们可以尽快融入当地的教育和文化。新移民的家长都很想了解多些关于加拿大教育制度和香港有什么分别，报读学校的途径和手续，怎样可以将香港的学分衔接到本地的教育课程。高年班的就会关注大学的修身要求和未来的出路。